山脉金乌降喜气，春暖花开何如意。五福临门六钱财，天官开疆速福来。大家好，我是三昧堂创意木偶团队的天官。今年上个月刚从德国跟上海代表台湾出国展览回来，今天很荣幸来到中央广播电台台北国际资讯站接受主持人吴珠玉小姐的专访，大家要记得收听哦。还有我们在嘉义文化中心交趾陶馆有一场神佛展，展期到5月22号，欢迎大家有空来嘉义看布袋戏，谢谢。大家好，我们是三昧堂创意木偶团队，我是小金老师，我负责三昧堂的行销。大家好，我们是三昧堂的多多，我负责的部分是超偶还有造型做兵器之类的。大家好，我是汉龙啊，帮忙就是负责超偶跑活动这样子。哎，大家好，我是三昧堂的摄影师亚瑟头，负责这些活动的摄影记录。那我们是用业余的时间来经营三昧堂这个团队。那我们主要主旨呢，就是快乐分享爱。因为我们的团队没有盈利，我们所有的木偶都没有出售。那我们主要就是做文化传承，还有让我们喜欢的布袋戏呢，能够让全世界更多国家的人，还有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喜欢，然后进而去传承我们这块在台湾呢，越来越发扬光大的布袋戏文化。台湾政府呢，带着我们到上海还有德国，去参加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旅游博览会。那我们在那边呢，也获得了很多外国朋友的关注，所以我们今年呢会有更多的代表台湾出国的机会。那也谢谢那个中央广播电台吴珠玉小姐呢，帮助我们这么多，谢谢。